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安娜。这一集呢，要教各位什么呢？来，标题上一下喽。这一集呢，僵尸猪人塔又名黄金塔。对，如果你有它的话呢，拥有它的话，你就可以有无限的金锭、金力，还有一堆腐肉。好，我们要准备的材料，先来看一下。首先，任何形式的尸体方块，除了空气方块之外都可以。我建议这边建议是用，鹅卵石比较经济一点哈。然后我这里是用平花闪长眼。如果你想要有一点质感的话呢，可以跟我一样哦。然后再来是黑曜石，黑曜石呢这个数量是不一定的，因为传送门可大可小，看你怎么样。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宽度是固定的。好，那高度的话你就可以制定。那再来就是陷阱储物箱一个，还有两个储物箱。对，这么做也是为了美观啦，所以这个后来你可以自己调整。那再来就是三个漏斗，还有六个石半砖，三个告示牌，十二个玻璃，还有76个木质地板门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水桶的部分。对，水桶的话，无限水源的话就不用考虑吃素了。但是严格说起来的话呢，不考虑在盖的时候的过程使用掉的一些方法。基本上是29次，对。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大火石，目的是要点燃这个地狱门的部分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在这个中心点，对，这个只是一般的地形，你把它视为一般地形就可以。我这是为了好看，好。然后放一个陷阱储物箱中间，然后旁边呢放两个储物箱，像这样子。然后在它旁边呢，最旁边这里延伸出六个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，对，旁边也是一样。连接起来，像一个门一样，有没有？然后在那后面呢，再围一模一样的形状的一圈，对，跟着它盖就对了。好，这里把烟出来没关系。好，之后这里呢放三个漏斗，按住 Shift 键，然后上面呢也是要放三个石半砖，也是按 Shift 键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。好，接下来盖上面的这个部分，从这里延伸出八个，对，然后从这里包含这个哦，刚刚那个是不包含，这是包含11个，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对面也是一样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再把它连接起来。那这个高度是要多少呢？这个高度呢，我们要做三个。对，原来已经有一个了，再延伸两个高，绕一圈。好，快转。好，绕一圈之后呢，我们来做黑曜石的部分。传送门这里先打掉两个，然后呢，在这里放上去。对，往上延伸多高呢？我个人是做23个，但是高度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对，好，来从这里开始，第三个，4、5、6、7，22个的时候呢，我会放用这个替代。好，那这边也是延伸过来，21个，总共算一个，对，一样是20个的时候呢，用这个苹果闪亮的替代，然后连接下来。生存模式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水，对，放下来之后呢，再慢慢滑下来，这样盖。连接起来之后，这个一样，跟对面一样，打掉两个，像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从下面这里，不是这里哦，是这里接过来，这样算完成一个。好，那一共多少个呢？一共是要五个，也就是说每空一个呢，就必须要做一个。像这样子，好，先标记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加速一下吧。
五个地狱门都盖好之后呢，接下来要放我们的木质地板门，从这开始放，放过去。对，记得要把它往下，对，往下搬。好，这里要是加速喽。好，都放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做下面的部分。对，下面的部分呢，从这里开始。对，从这边边黑曜石这里往下延伸三个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再空一个部分呢，这里延伸出八个，像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另外这个宽度呢是九个，包含这个，像这样子。对面也是一样。然后把它连接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做地板的部分。从这里呢延伸出一格之后呢，一样是八格宽。对。然后这里连接起来，好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来现在做里面，要不然水流会影响到动线。好，这边先放三个水。好，放完之后呢，这边玻璃这里也要放三个水，上面呢也要放三个水，像这样子。好，这样水呢是出不来的，就像这样子的状态。然后从这边边呢，最后再放三桶水连接在一起，它就像这样子，顺势上去。对，上次说会往上游，但游不上去呢，所以它会在这个地方被淹死。好，那接下来最后的工作就是点火啦，准备我们的打火石。好，开始点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这样就算大功告成啦。好，那再等一下猪人出现的时候，看他的效果怎么样。哦，有猪人过来了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他会往上一直移动，卡在这个石头这里。对，那他卡在这里没办法上去的话，又没办法下来，所以只能被淹死。好，我们等一下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金币在这里？五肉掉在这里。好，那这样影片就算是成功了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你可以按赞哦。如果想持续追踪我频道的话呢，你也可以订阅我，然后并且别忘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